你说你正常，他说你不正常，我就问你正常吗？啊，玉玲啊，你交友广阔，而且很多朋友都是名门望族，相信你一定收过来自世界各国各式各样的伴手礼。有没有哪个伴手礼是你收过最特别的呢？我也不知道做了什么事让制作单位有这个错误的认知。我交友广阔没有错，但是没有来自名门望族，都是来自那个下山路的。我的朋友大概都是，如果用古文来讲，就是鸡鸣狗盗。你看张维忠是不是鸡鸣狗盗？我鸡鸣狗盗。哎呀，不能这样讲啊！最后呢，帮助你这个，对对，就是这些土狗辈，就是仗义每多土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呐、啊。OK， 我每次录这种主题啊、哦，我有时候都虚虚的，为什么？因为我很少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他们呢永远就是送我皮带啦，然后呢一辈子我也没在用名片，送我名片夹，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名片夹那个真的，对，都是这种，对呀、啊，领带、啊，领带啊，对对对，好男生的礼物真的很难送。今天这个你比较好讲，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国内的朋友，他们都是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好朋友。OK 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不同文化对送礼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看法。那我先介绍我自己。OK OK， 好不好？你这里不得了。哇，来自什么什么的，不用介绍了，完美的什么什么的雕像，地表最完美。对，众人所知的台湾汤姆克鲁斯。对对对。Admiral， OK， 好。再来是高志，好，再来是翠翠灿 ，OK， 来，我们这里也不遑多让了，来，来自意大利的子龙，啊，来自巴西 Nature High 的乌鸦，哎呦，还有白米尔来自奥地利，奥地利，哇，很特别。你们最不喜欢别人送什么伴手礼给你，好不好？来，最不喜欢啊，哎，我们有字板嘛，对不对？有翻板，请举板。冲泡饮料、衣服、小点心，我们这边保养品、纪念 T 恤、冰箱磁铁，这什么东西？白米尔，我相信其实、oh, ，I'm sorry， 好好，你讲一讲，小米，我有听说巴西人比较喜欢我们阿 K 啊，可是对我来讲，就很多人出国都会送这种东西，然后就过一阵子，第一，我的冰箱不吸磁铁。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干嘛？你冰箱是啊？对啊，是木头类的。其实我买的时候就觉得很漂亮，没有想那么多，就会发现，吸不上去怎么办？对，然后就摆在旁边，就觉得有点浪费，我也舍不得丢，因为怕说哪天他们到我家说，哎，我送你的东西跑哪里去了？啊 ，I don't know， sorry。所以问题在你的冰箱不能吸磁铁。对，然后卖新冰箱。我其实觉得就算可以，我的也是不能吸的。哎，我的是高级的，就高高级的不吸的，你的我的要高楼，我要升级，我要升级。但是巴西人却最喜欢送磁铁，我们非常喜欢，因为。第一个嘛，巴西我们是很穷嘛，就是真的要出国的机会不多。那只要我们就是出国要回来家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送一个东西给朋友亲戚们，每一天会看到，让他们有一点点希望，有一天可以出国。所以我们一定会就是把好多的磁铁这样，全部送给你，对，接下来来送给人家。这是我家里现在桃园那边的那个冰箱，就是第一个你看哦，第一个是罗马尼亚。然后第二个是我妹妹去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然后再来越南我去的，然后就是你看这个是送给我妈，都是风景，对不对？只要跟那个国家有相关的，对对，跟那个国家有相关。对，这是亲戚朋友们看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哦，好开心，说不定有一天我可以一起去。T 恤也有印很多国家，你应该很高兴啊。这个我不开心哎，这个我非常的不开心。我觉得去一个国家等观光客，比如说我今天去日本嘛，我去日本卖个 I love Tokyo 的 T 恤，那我觉得合理。因为我是在日本当观光客嘛，我在告诉日本人，哦，我是来玩啊，我是来小费啊，我来体验你们的国家。可是好多朋友，你知道吗？未来就会送这些 I love Italy， 然后最后你卖个 I love Italy 的帽子给我，关你什么事？关我什么事？我在台湾带个 I love Italy 的东西，多奇怪，对不对？哦，所以最后这些东西有大有长空间。然后你一辈子不会闯到外面，那个都是穿来睡觉用的。对，没错，说到我的心，等睡衣。那我问一下，这个也是衣服鞋类？但我是觉得，因为还是每一个人衣服是喜欢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尤其是在日本的话，像如果是长辈啊，或者是我自己前辈送给我的话，我觉得真的很麻烦。那个大学的时候，在餐厅打工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老板，他是很喜欢去过玩的。然后每次回来的时候送给我们打工的人一些那个伴手礼了。然后有一次他因为是我生日，然后他特别买一个豪华的很豪华
一个好像是一个蓝白拖鞋的那种红色的凉鞋送给我，但是我是那时候是喜欢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服装，那时候我收到那个之后就觉得，哇，这个怎么办？对，因为是还是要礼貌上要穿嘛。对对 对, 对。那璀璨呢？我喜欢瘦小点心不好吗？简单的饼干甜点可以，但是越精致的东西越复杂。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去日本，然后带一些很精致的小甜点给我，里面包了非常多层奇怪的东西，外面是一层饼皮这样，中间抹茶剂，还有芋头，还有这一层抹茶剂不同口味，还有什么布丁，然后还有什么红豆这种东西，听起来很好啊，对啊，我觉得很高级耶，我觉得好高级，听起来很好吃，其实不该加在一起的东西。我知道你就是最适合那个薯条三兄弟那一种，薯条。那我觉得可能在美国我们吃到的红豆都是吃墨西哥料理的时候吃到的，所以都是咸的甜东西，所以做成甜点做的再好吃我也不会想吃。然后作为一个人，你送我一个人这么多饼干，这么多小甜点，我其实也吃不完。日本的点心我觉得好吃，但我受不了它的包装，一层又一层，跟那个俄罗斯娃娃一样。有才会有惊喜感的，才会有吓到啊，对啊 ，surprise 啊！谁会送冲泡饮料啊？大家，我没有不喜欢的，我是喜欢喝咖啡跟喝茶，但是刚刚讲的有道理，就是，要限额度。就是我已经瘦大概这辈子的量喝不完，我天哪，这个都是饭店干来的，我天哪，就是今年台湾人送的咖啡粉、咖啡豆、挂饰、茶包、茶叶，就是这辈子喝不完，所以差不多不用再送了。哦，可是我不卖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他可能这样子比较方便，对不对？也有也有，也有人从饭店直接给我，就是免费的杀手。今天我有一些可以带回去吗？可以送给你，因为林哥有需要吗？咖啡其实这个是蛮不错，这很好，这是拉拉山的，这真的可以给我。嗯，对呀，我老婆爱。爱喝啊，虞美人也对对对，你给他一样。不要，我很多人。人姐也多拿。不掏呀，不掏呀。那我很多呀，很好喝。那个，等一下，我要那个五羊很穷。我要，我要，我很穷。也很多人。你只带给我茶，不够，不够，这很补，谢谢谢谢。他穷啊，这可以。要吗？咖啡呢？要吗？对，工作人员要吗？送了，送了，送了。自己拿哦。那五子龙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保养品，说到保养品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那个东西。如果你不喜欢用它算了，如果你喜欢用它的话，那通常都给你一罐一个保养品，你要擦的，你差不多用完一罐才开始看到一点点，开始有点效果，有点效果，你看就没了，那你就已经没了，那你又要买，我说哦这个台湾买不到，知道吗？那这样是好吗？他的保养哎差不多了，然后没了，哦这个因为我是在冰岛买的，不是冰岛，我不想看到。我想看到你，我想要看到你。我也有看。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哦，不要哭啦！哎呦，看到你要高兴。就是现在啊，脱光。就站在这里，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假设我有媳妇的话，我是 OK 的。小姐不息地二十四小时不断线，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搜寻东森娱乐台。如果有人喜欢我们的讨论，大家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并按下小铃铛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那还想看其他更多影片？那就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8月1日起，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请锁定。我就问你正常吗？